天后蔡依林 Ugly Beauty 演唱会8日引来最终唱，特别多唱了电话皇后跟爱上了一条街，大大满足歌迷。其中唱到玫瑰少年时，她感性的说，不知不觉 Ugly Beauty 巡演陪伴我3年多的时间，其实这是条荆棘之路，但不会因为谢幕而停止，前方还有很多挑战等着我，还说自己已经发现原来我的道路早已经定案，我的幸福早已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接着她透露自己之前不懂也不敢往前走，谢谢勇敢踏出舒适圈跟信任他的粉丝。事实上，九令在演唱会上都会跟歌迷分享内心话，不仅泪点满分，也被赞姐真的是金句大师，给了我们好多力量。除了满满金句外，等姐好久的粉丝在巡演的这最后6场都准备了特别的应援，从第一场的紫皇冠到3只旗子跟玫瑰花，最后一天甚至特制挡泥板加槟榔和风格小海报，上面写着新装土玫瑰，我爱怪美的，根本把土味情话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只能说要当九令的粉丝，真的也是要创意满点啊！